你说各位朋友大家好，现在我有威士忌，我最喜欢威士忌，但是冬眠汁比威士忌更威士忌冬眠汁。好了，那个上礼拜打卡拉魏全龙，上礼拜真的打得非常好，大家都可以看到那个魏全龙的年轻球员每场的拼劲嘛，那么一样也终于打出来了。去年37支安打打击率就1.85，今年已经8支安打了，打击率已经有30%，因为他们现在上垒的话都会有很多梗嘛，除了戴头套嘛，然后也有那个开开关最新的梗，当然是最近很红的9天玄女嘛。然后我看 PTT 这边在访问的，有人觉得很无聊，下面就说哦老人好臭。其实我是觉得9天玄女这个梗啊，好笑是好笑，但真的没办法很久了，就把这个梗好好的用一用。反正魏全龙的球员很快就会换新的梗了。我觉得那个纳莫在上礼拜有一个梗是非常棒的，细的不好出，粗的好出，我搞不清楚到底是哪一个，反正好出。魏全龙的那个球员们共勉之，好出。我们的子豪驱逐主场，他觉得是坏球，但后来是好球嘛，就被拉3振，结果那个子豪很生气，要转过头来讲，发。三之前有跟他说一个你觉得是坏球，然后主审判的好球，就最后主审讲赞，对，在这边跟子豪共勉之，互点喝酒，有望加盟兄弟。身为一个家里开银行的不太稳的话，就是买投手兄弟，还有13个字，有好消息的话会再跟大家报告，搞得好像怀了慕田喝酒的孩子。有好消息的话再跟大家报告哦，希望他那个不要被兄弟迷吓到。就跟他说兄弟迷有点像阪神，美国职棒新闻，6分领先盗垒令国民不爽，巨人教头我不信潜规则，中华职棒引领全球啊，你很狂吗？美国棒球是这样打的吗？真的啊，我觉得2020之后，你不觉得这世界上的职棒都开始越来越像台湾职棒了吗？接下来那个我很喜欢球员 Mikel Cabrera 达成了3000安，而且他有500支全垒打，但而且大家不要忘了，去年他把他的黄金右手的能量用墨迹机的方式传给了大谷翔平，我把 MVP 传给你，大谷也顺利拿到年度 MVP 了，希望 Mikel Cabrera 今年还是可以跟大谷见见面了，多拍一下他的机器。我们还是不免的要提到，也是我们的悍将啊，一落千丈，开季13胜11败，中职最难看记录。没想到悍将突然有这个记录，我们那次没提到，投打已经整个感觉失去信心了。但我觉得他们都是专业的棒球员，但有时候看起来真的是不知道他们在干嘛。他的先发投手完全没有拿到胜投，防御率垫底，守备率垫底，打击率垫底，全垒打垫底，满垒没有敲过安打，只打回来31分。12位先发投手59.2局，被敲出76支安打，失掉了48分，包括31分折失，17分不是折10分。巴蒂斯像那个上礼拜接那一球嘛，就是跑啊落接。我大学区队的时候，其实蛮多人有这种失误的。回到我大学时代，巴蒂斯在昨天也下二军了，蒋志贤、王胜伟、杨耀勋也要下二军了。希望那个张耀勋赶快回稳啊！前一场是无折失，但你上一场折失可多的呢，补回来了，回来，我觉得已经公平了。掉下赛前那个给华总一个大大的拥抱，我仿佛看到电影画面，邱总决定要死，然后掉下转过头来很开心的说：“第一次吗？现在我有威士忌，大家共勉之，拜拜。”哎，也是干杯朋友，大家好！今天我们那个干一杯旅行团来到天母魏全龙的开幕战。虽然今天那个天气好像不太好，但我觉得球赛还是会继续打。反正再怎么不好，也不会有兄弟的开幕战惨了。魏全现在战绩也蛮好的嘛。对，明年我们期待明年魏全可以从法国找阿神斯来开球。今年的标语是那个龙往直前，对，明年的标语就改成龙后瑞了。好了，总之我们也就干一杯旅行团。我突然想到一个新节目名称，对，干一杯旅行团，天母棒球场 ，Go！干一杯旅行团的朋友，我们今天要用机票，机票的话就可以享受机器人帮你验票，有机器人帮你说请入场。这是今天的赠品，是快筛试剂吗？哦，林子玉，走啊，林子玉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去龙网之前，各位朋友可以往这边走，去教学一下今年那个魏全龙的应援。你星期有要跟那个谁交往吗？没有，这个年代已经没有以身相许这件事了。因为今天是陈冠宇跟王维忠先发，谁会先下场？魏全跟乐天刚好是现在的前2名，职棒杂志预测也是有可能会是魏全跟乐天打总冠军赛，所以今天先见证一下，如果预测成真会是什么状况？再猜一个好了，他刚给我。好，再猜一个，这真的很像快赛世纪。要是你五个全猜，会不会都是林子玉？会不会全部都林子玉？再猜一个，印象不一样。
你们去洗一下牌，不是洗一下牌。所以我猜我没有五张林子玉，现在突然变成刺激，我们才来拍十分钟就开始高潮了。林子玉，第一啊，第一啊。有一个叫口水，有一个叫口水，有一个人叫口水。对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口水。口水，我发现啦啦队的衣服啊，重点就是要紧，而且裤子要刚好跟肚脐一样高。肚脐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裤子要大概在这里。跳舞的时候，肚脐会在这里。小猫也是这样。麦克风可以拿近一点。大风。我们这个镜头完全不行，我们拍就这么长而已，人家拍都这么长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发现重点是手，这些手要这样。放四，第一步不是这样，对，手放。那如果是两个字怎么办？哈哈，好耶！小蚂蚁来了。单板是不是应该让小蚂蚁先出来？对啊，再跳一个。对，小蚂蚁是69号 ，69。让我们欢迎小蚂蚁哥哥。耶，谢谢。他是要那个帅帅的还是可爱的？我要色色的，我要色色的龙龙。这么小就会台客蹲，台客蹲，从小就要开始啊！我知道了，我们等一下那个龙的眼睛上面画死马宝的眼睛。哎，没事没事，可以选帅帅的跟那个吗？对，我要色色的，色色。我们眼睛画那个死马宝的眼睛。哦，色色的，对不对？色色的，色色的。我们帮你加个流口水了，好嘞。耶，可以。好，我们再给他抢拍拍手。耶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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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怎么感觉像个道士？龙王棒球包吗？今天王一中先发是不是要吃龙王啊？他今天会不会比较少包？我们帮他吃掉点包，不可以色色，翻白眼，这叫阿黑眼啊，阿黑眼龙。全场最紧张的人是陈冠宇，陈冠宇今年第二场先发，遇到王威忠，陈冠宇一天到晚变妈。还有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总教练。马表，看超帅，再来马表。人家魏权搞不好可以多打一两年，苏芳应该抓过去，可能可以救一下打线。苏芳塞过去都没用，我只站了，球棒拿起来先打再说，屁股给我站出来。我会爆头，我会爆头。二一，投到了！哎呦，柯文哲居然投得到！总统大选好像有希望。新界 groovy 蛮好的，还有一个魏全龙。这样子跳屁股舞，坐第二排要作何感想？接过去。都是屁股。魏全龙是屁香洗，不是法香洗。这天打线好强，每炮都很强。哇！安打，三分还行，因为对手是陈冠宇。魏全是一个以下半身动作为主的啦啦队，他们的舞的动作重点在下半身。这是屁股为主的，好像是手为主，但其实是屁股为主。跳的时候要内八，对，我们摄影师都有捕捉到，大腿一定要内八，跳的时候内八，看来了内八，你下次你应该要买皮箱去啊，摄影机在前面，我看到很多球，那球比较大哥垒球。泰隆哦，这泰隆，踢啊，然后变身，泰隆要变身，变身。Nice 啊，泰隆真的很容易被三振。哦。
跑吧，要跑，不会不会，不行了，不行不行。没有，你看完全歪掉，其实有机会。没有，不行不行，他是极一极的哦，他不是陈晨威。这个就是星辰，他的 YouTube 频道超好笑，他的 YouTube 频道是他连续三局先跟阿北挑篮球，超好笑。那现在威权是第一局失三分，可是没有人在乎，因为感觉后面会追回来。那富邦就是啊，我输两分完蛋了，屁股屁股屁股。对对，这个节目现在已经没有人要拍主持人，屁股出来的时候就是屁股为主。哎呀，蒋少豪没有缠斗，蒋少豪没有缠斗。就没有屁股，为了屁股你要缠斗。现在魏全龙的难题就是无人出局，一二垒有人，可是下一棒轮到是泰隆，要不要点？泰隆会点吗？哎呀，真的不用点啊！泰隆加油啊，泰隆！啊，直的啊！哦哦。当面的公司一定是会该攻击的时候，大家都在看小龙女的屁股，现在没有屁股可以看了。王维忠马上就迎来了人生的关键点，就是在这个打席了。啊！清磊三分，又一个三分。啊！有机会。out。陈俊秀跑太慢了，不然真应该得分了。陈晨威可能已经饮料什么的，已经洗好澡拿出来了。其实天不笨的爽算亮，不然拿眼镜这样看一下，我戴眼镜的亮度该跟我在台南是差不多的，台南超暗。寿星的音量，哎啊！哎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祝生日快乐，超蠢的。江林对啊，他那时候不是在访问吗？他说他觉得他应该要当一个搞笑咖，他希望在球队里面可以当一个气氛组，超多梗的。要拍照吗？好啊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谢谢，感谢小朋友为我下酒菜。我要关切这个小朋友的爸妈，要在深夜让他看干一杯。魏全龙这支屁股舞到底是谁发明？我都这样看球，他就是在前面这样一直投。I can see you, John C。当天的小龙女不能吃麻辣臭豆腐这些东西。哎哎哎！哎哦，碎碎碎，碎碎碎，就是要这样。你再给我弄嘛，再给我弄，没关系，我控球很不好的哦，大家都知道的哦。哇，哎，抓到，偏了，那么传偏了啊，那么偏。可是我觉得热血像气氛是现在差六分，但大家都觉得好像有机会。哎呦，哦，碎，out。差一点，差一点的，要看，要看，要看，但可能有先碰到。好了，好，哎，哎，差一点的，对对对，一样啊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就会是好。第一张的歌，是在你的地方。如果是 safe 的话，就safe 就不用。如果兴隆的时候也会写这首歌，创造荣耀。哦，喊打喊打。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没有，我选择这个，让人家压力很大，根本就差六分，所以有人上来就压力很大。哦哦哦哦哦！唯一换的三队，然后主题曲没变过。对，他太经典了，没办法换。管乐组，管乐组，管乐组，加油！我选择要生命在应援。被打爆哎！对啊，我知道。好可怜。每个人跟我合照都要跟我说：“哎，知道之前富邦几比几吗？现在13-0。”富邦在大家心目中都是有一个地位的。富邦的先发球员全部都中通化队的，就打很烂，不知道在打什么。现在真的很轻松哎，郑豪居什么时候这么轻松过？想慢慢换血，只剩富邦没有在换血。九下九下，那么那么那么加油，那么那么那么一样，那么你姐明天要来啊？啊！
着手中坚定不移的勇气，带着信心一步一步往前进。谢谢。Dragon powers, we will keep on rolling。好了，今天野球干一杯，旅行团以输球结束，那没关系，球场版就是有输有赢。我今天感觉蛮好的啦，感觉是一个不一样的球队。虽然今天这样，然后每个人来跟我拍照的人都跟我说，你不看富邦的比赛，我不专心的，每个人都要看富邦的比赛。我们现在在台北，所有人都跟我说要看富邦的比赛，棒球就是这么奇妙了。Choco, I'm sorry. Choco, 对不起。Choco, I'm sorry. 野球干一杯，拜拜。Yo, 野球干一杯的朋友，在干杯之前记得到 Animal 运动吧订阅，还有按小铃铛，开启你美好的饮酒未来 ，Drinking, Cheers。